再来，我们看到民众党立委林义君在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的共同推举下，担任本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召委。林义君也表示呢，感谢国民党团的谦让，对于潜舰国造后续的预算会严加讨论，更加的严审。针对潜舰国造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们是会严审啊，因为现在都还没有那个嘛，哈，整个都还没有整个50%-60%而已嘛，所以这个的话，针对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们会在严加讨论，因为我们立法委员本来就是要监督这些预算的，所以我们是尽我们的责任啊。林义君也强调呢，未来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。并且呢，秉持的理性务实的监督不会反而反，但也绝对不可能放水。最重要的是代表人民监督执政民意。立法委员的召委选举，国民党的礼让让外交国防给了民众党立委林义君。国民党副秘书长李彦秀则表示，蓝白合作不局限于礼让召委，在预算案件也会合作，而且在野合作是天经地义的。重要的是如何监督傲慢的民进党。在野党的合作，在民主国家共同监督执政党，这是天经地义。那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合作模式，是召委的礼让合作，或者是接下来在法律案或预算上的合作，其实都是一个沟通的协调的结果。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去监督合作，监督执政党，这才是关键重要哦。全民要看的是在野党的合作是不是一个理性监督，是不是为人民的预算把关，这才是人民所希望得到看到哦。无论是在法律案的合作，或者是预算上的合作，招委的合作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合作的过程。但是关键是在野党整体的在野党要呈现给全国人民，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预算把关方式，结果是非常重要的。蓝白的合作其实就是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，我们彼此的竞争是希望得到更多中间选民能够争取更多的选票，但是合作在立法院在野党的合作，只要是站在人民的福祉，对预算的把关，我觉得都是天经地义。毕竟我们要成为一个稳定的最大党，才有机会去监督这个傲慢的民进党。我们来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与副院长江启臣也参加了召委选举。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看到韩国瑜呢现身，还开玩笑的说：“那我们就推举韩院长来担任召委吧。”你要投票。上会期召委，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也开玩笑的说：“那你把你们的那席让出来。”韩国瑜则是尴尬的回应哦，说：“张飞打岳飞啊。”国民党呢，原本八席召委都想拿下，但马文君无意连任，徐巧芯也无意愿。外传国民党立委陈永康一开始坚持只担任国防召委，但遭国民党立院党团的告知，到时需要抽签，恐怕不见得如意哦。陈永康的毅然决然的断然拒绝，最后国民党将这一席礼让给了民众党。外交国防委员会共同推立委林义君来担任召委，现场大咖全都到齐了，包括了立法院正副院长韩国瑜跟江启臣，还有总召傅昆萁以及民众党团总召都到场。但国民党内呢，就则认为这被突袭了，没有提前沟通好，尤其有意争取召委的黄仁更是因为不满直接缺席。不过前立委郭正亮却认为，这个会期要审潜舰国造的预算案， AIT 一定会来游说，因为美方的压力让原来的召委马文君不想续任。
国民党书面推举林义军委员，民主进步党书面推举王定宇委员，以及台湾民众党以及台湾民众党推举林义军委员，这三党的推举同意书哈啊，请问在场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？没有异议的话，我们就以推举的方式哈来产生本会期的招委。那无异议，本席现在宣告王委员定宇、林委员义军两位为本院第十一届第二会期本委员会召集委员，本次会议到此结束，散会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